新款迈巴赫 S 级上市，售 214.88 至 289.88 万。在本届的杭州车展上，奔驰官方正式宣布，新款的梅赛德斯迈巴赫 S680 和 S560 4M 正式上市，新车售价为 214.88 至 289.88 万。新款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相比老款，主要在进气格栅设计上进行了升级，全新的竖条横幅格栅代表了梅赛德斯迈巴赫品牌未来的整体前脸风格。内饰设计上，新车进一步优化了后排布局，除了头等舱级独立座椅之外，还增加了两个 USB 接口、两个12伏插口和一个和两个控温杯座。此外，新车将配置有不带控制器的前排触控板、多项遥控泊车、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以及联网功能。动力方面，本次上市的 S680 和 S560M、 S560 4M 分别搭载 6.0 升双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和4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分别是630马力和469马力。传动方面，匹配七速和九速自动变速箱，其中 S560 4M 将配备一套四驱系统。新款迈巴赫 S 级上市，售200